我是本周主播点点。是不是觉得最近天气温差有点大呢？建议大家可以用洋葱式穿搭，穿对的衣服才能避免感冒哦。欢迎收看本周的 Torch News。因着耶稣在十架上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，成为神儿女的新生命。今年复活节，让我们一起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新作为吧。火把复活节主日，新的一夜，4月2日晚上7:30到9:30为受难日祷告会，而4月4日星期天早上10:30到12:30则为复活节主日。主日当天将于聚会中进行洗礼，能在复活节这天受洗，绝对是有特别不同的意义。欢迎年满10岁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，就能报名参加哦。学生们、社青们，新人主日要来喽！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邀请身边的家人朋友来认识福音吧。3月27号星期六晚上6:15到8:00社青新人主日，时间是3月28日星期天早上10:30到12:00。天气忽冷忽热，但耶稣的爱是无论春夏秋冬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哦。与耶稣相遇，邀请还没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展开奇妙的信仰之约，会用轻松活泼的方式陪你一起步上寻找答案的旅程。此外，经历神营会导读课程、成人主日学热烈报名中，愿你的人生不同阶段都在上帝的引领、教会牧者的教导、属灵同伴的陪伴中不断向前迈进。以上是本周的 Torch News， 让我们带着神的恩典和能力继续 fighting。 Torch News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